都别客气啊，到家了啊。谢谢。怎么样，陈明，这个菜合你口味吗？这个是我特意做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，效率才会最大化。你很聪明，曹梅，但是你的天赋不在厨房。可是我就是喜欢给你，给某个人做菜啊。喜欢，情绪是一种多余且没有意义的事情。那我可以喜欢你吗？曹总与恒星的合约合同返回来了，这事儿不一直都是齐伟盯着的吗？他人呢？齐伟今天没有请假，他好像旷工了，我们怎么都联系不到他。行，您进去忙。是。你在国外一直是按照宁成明的锦囊行事，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联系过你，为什么？大哥，你要问就问呗。哎，你这长得跟拍戏似的。你别在这儿废话，按照之前说好的。让我交代什么东西？你知道我身上的全部信息，还记精确到每一毫米。为何你还是对我怀疑？就算你对我用上了测谎仪，和宁总的合照就摆在那里。OK， 那不如我也问你个问题：你给我眼睛抽，你这究竟是什么道理？你说了这么多，还是没有说清楚。说吧，宁成明为什么会失踪？昨天关锦开了内部会。有股东问起宁成明的下落，江超就说联系不上宁成明。你猜结果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他居然被训诫了。训诫？嗯。这么看来，宁成明在国外发生的事情，也许真的和关鼎高层的利益有关。照你这样说法，如果不是意外事故，那么肇事者就是你了。小朋友欠什么费呀？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。他虽然刻薄讨厌，聪明的吓人，但却不是一个坏人，也只是个会疼会难受的普通人。要是真的被公司的伙伴背叛，干嘛呢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复杂。嗯，得了解关鼎最近的资本动态，如果方向没错，应该能把他们的目的查清楚。嗯，行，我今天就去安排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不是你去哪儿？帮我跟老板请个假，我先撤了。不是你干嘛去啊？我给宁成明搞点补药去，走吧。补药？666啊？
郭大哥，约了好多次，一直都没有去。是啊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来问一下，来，好，走。谢谢。不敬你。真是添麻烦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啊。来，有个好儿子。嗯。爸。嗯。顾兰后边还有事儿呢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送她过去吧。等会儿就大家都吃饭，你再等会儿吧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李琛，反正也不远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两家人难得聚在一起，你就陪我爸妈多说会话吧。你看人家孩子懂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好了大配合一起溜吗？你怎么回事？你爸也没给我机会啊。我敬你。要是无聊的话，给我发消息呗。走个流程。哎呦，慢点啊！嗯，那李叔，爸妈，这个我就先走了。好，不用送了，注意安全啊！哎，小琛啊，哎，我和他爸爸平时太忙，兰兰呢从小性格独立，你这乐天的性子啊，跟我们家兰兰真的太般配了。李琛现在在搞影视。哎呀，搞什么影视？他那时候那孙虎闹呢，搞影视。哎，这一点我和你爸爸看法可不一样啊，我挺看好的，并真准备啊部署进入文化行业。顾叔果然好眼光啊，我先干了。来，好。哎，你慢点喝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啊？来，有个好儿子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与其找个觊觎顾家家产的入赘女婿，你爸是想给你找个没什么野心的老公啊。这顾大哥这么照顾大嫂啊。你哥继承家业，那不就剩你负责成家了？有件事你说错了，继承家业的可不一定是我哥。不提这事儿了。来，饭后甜点。李浅，我不疼了，真的。我笑前传奇教授宁成明老师啊，你不是号称百毒不侵，没有弱点吗？确实这样。那干了他。不要。那我去放点糖。哎，李浅，你怎么知道这个药的成分和糖不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？我没有质疑你的意思，我只想跟你探讨一下分子结构变化的可能性。糖是碳十二、氢二十二、氧十一，咱们这个药可不可以不喝了呀？不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现在的制药公司都会为了让病人吃药不苦而改善药的口味，不苦的药才是良药。哦，算了，再跟老狐狸这么掰头道理，怕是一晚上都要耗在这儿了。还有什么招呢？有了。那我们来玩游戏，我赢了你就喝药，怎么样？我赢了就不喝？没问题，规则很简单，猜硬币在我哪个手上？三局两胜。好。